为着让弱势民众会当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河尾一心慈善会集结一个社福团体，举办一场冬粮物资发放的活动。领物资的单啊是由河尾镇公所所发放，民众爱摕单啊来领物件。因为今年协办的爱心团体较侪，物资嘛非常的丰富。河尾一心慈善会甲一个社福团体伫河尾镇公所广场举办一场冬粮物资发放活动，志工热心来招呼民众，并且协助领取物资。河尾镇公所表示，这些名单拢是镇公所登记在案的绿色甲病人好民众，非常感谢慈善团体会当好这些民众过一个暖冬。好，今天很高兴哦，在我们公所啊广场前呢，那我们和美镇啊一心慈善会哈啊号召我们和美镇的很多的啊慈善团体啊来这边呢发放物资啊，地区病家阿林呢。先代表和平公所呢，感谢啊，咱一心慈善会吼，咱武良会长以及咱所有啊，咱内底啊有参与的这啊慈善家，甲咱这的慈善团体吼啊，照顾咱和平镇民啊，伫咱和平镇这边遮发放吼啊，这个物资给因呢，拢一个好过年吼，年好过啊，这边遮啊感谢因啊伸出援手吼啊，嘛希望因呢。啊，捐愈多，赚愈多啦吼，让因赚到千千万万倍。主办单位表示，即个有企业爱心社团、同济会、西竹会等等做伙来协助办理即个活动，因厝物资是非常丰富。今仔哈，咱河尾一心慈善会哈，联合咱彰化县的慈善会甲咱的同济会哦，一同来做这发放物资，和咱河尾山西新港哈三个乡镇哈，一寡较。算生活啦，较困苦，咱发一款物资吼，吼，互因好过年。啊，嘛有发一红包吼，互因讲吼要买啥，因家己去运用。这是咱慈善会啊，每年拢有举办的一个活动吼。啊嘛，足欢喜吼，真侪人吼来甲咱参与吼。啊嘛，感谢咱镇长嘛来共同来参加咱这个活动吼，互咱的。咱这个志工哈，感觉讲，咱来做这个工作是有受到咱地方的重视哈。啊嘛，希望讲今年办的，明年嘛，咱继续一直甲延续落去哈。和咱乡镇这下迄种较艰苦的一寡咱的士大人哈，会当得到温暖。啊，伫这嘛，感谢各位来今天来参与这个活动。咱今年哈，预定是40户啦哈。啊，有米一寡物资，就是咱慈善会因会送物资，啊嘛有一寡红包，就是咱同济会哈，主办拢有甲咱用一寡金钱、现金来赞助。这个世间艰苦的人也是真多，佮加上疫情的关系，虽然目前疫情已经平稳，但是这弱势民众的生活也是真辛苦。透过社会慈善团体协助，相信因的生活应该会当得到改善。新中华新闻李炳宏何必彩虹报道。